刚刚的画面全部都是使用全新的 DJI Avita 拍摄完成。Avita 是一款起飞重量410克，在台湾只要注册即可飞行、免考照的无人机。它的轴距甚至比 Mini 2更小，但是最高速度却可达时速95左右。DJI Avita 有了保护框的设计，让飞行时更不容易因为碰撞而摔机。轻微的碰撞通常只会弹开而已，对于周遭的人也是更加安全。而且镜头上下可动的角度加大了许多，让降落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见正下方的地形。底部的红外线 TUF 还有下视觉避障功能，让你尽情的翱翔，却不用担心飞得太低与地面产生碰撞。像是怀巴在公园测试贴地飞行的时候，除非是按住降落的按钮，不然怎么飞都会自动的帮我保持离地30公分的高度，可以轻松拍出非常有张力的画面。虽然 Avita 很小一台，但是它的续航时间却远远高于传统涵道机背着一台运动相机的续航时间3到5分钟，悬停时间最高可达18分钟左右。再来说说它的镜头吧，这次 DJI Avita 镜头的规格真的厉害了。 Avita 的主镜头感光元件从 DJI FPV 的 2.3 分之英寸升级到与 Action 2同等级的 1.7 分之英寸，让室内飞行或是夜间飞行的画面纯净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尤其像是这个在夜店室内飞行的画面，我们已经开到了 ISO 6400 了，但是画面中的暗部杂讯却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过去 DJI FPV 有些用户还是觉得不够广角，反而是要挂上第二台运动相机在机身上的情况也被解决了。这次支援的超广角模式可以到155度的视角，保证够广。同时如果是希望得到最稳定的拍摄画面，也可以直接选择地平线稳定模式，消除传统 FPV 在环绕侧飞破水平的感觉。此外，专业拍摄的用户对于 Gyroflow 这个软体一定不陌生。现在只要把 Avita 的机内增稳功能关闭，视角设定为广角之后开始拍摄，影片内其实有包含机身 IMU 的资讯，直接把影片导入 Gyroflow， 经过电脑的处理器运算过后，得到的影像会比机身内处理器运算的还要稳定许多。当初看到会支援这个功能，真的是太开心了。全新设计的 DJI Goggles V2 在产品名称上可以发现， DJI 不再把它定位为 FPV 专用的眼镜，反而比较像是怀抱很久以前开箱过的 DJI Goggles 的二代，代表说未来我们应该可以期待 Goggles V2 开放连线其他空拍机使用。这次新的眼镜首先是体积小了将近一半，重量也少了1/3，而且天线是采用可一秒折叠的方式，省下了过去起飞前还需要旋转安装天线所花的时间。在显示效果方面， Goggles V2 是使用目前最新的 Micro OLED 显示技术，再配上 RQ-Sync 3 Plus 高达 1080p 100fps 10公里的图传，对比之前的 810p 图传，明显感到清晰度再次得到了提升，实际飞行起来体验真的超棒，几乎没有一丝延时的感觉。另外这次设计甚至直接内建近视、远视、度数还有瞳孔距离调整的功能，透过可调式的旋钮直接调整到位。但如果是散光或是老花眼，还是可以搭配包装内附的专属镜框去眼镜行定做镜片安装在内，少了原本眼镜在脸上可能会造成起雾或是压迫的不适感。 DJI Goggles V2 也一样支援连接手机输出整个眼镜画面，让第二个观察手观看，而且 Goggles V2 现在可以完整的显示所有的界面，让观察手也能获得完整的飞行资讯。最后 Goggles V2 也保有了一代眼镜的头部追踪功能，可以透过头部的转动来控制飞机的云台上下与转向，只是目前仅支援 Avita 搭配穿越遥感时启用。可能是因为测试版本的关系，怀抱发现穿越遥感本身也能
能控制 Avita 的机身姿态，我使用起来呢有点晕眩，但是呢未来能够搭配有三轴云台的空拍机，应该会跟一代一样的直觉有趣。整体来说，在过去对于要把 DJI PV 带去户外拍摄的用户来说，不能折叠的机身与庞大的电池往往会占据整个背包的空间，而且整套设备与三个电池的重量高达 2.3 公斤，但是 DJI Vita 搭配穿越遥感与 DJI Goggles V2 整套的体积一半都不到，全部重量更是只有 1.35 公斤，而且 Vita 原厂附赠的充电座是使用 PD 供电的，外出充电的时候呢还省下了一个300克变压器的重量呢。对怀抱来说， DJI Vita 真的是一台出勤率会比以前高很多的产品。再来我们来说说这次搭配的穿越遥感吧。这次 DJI Vita 可以搭配连线的就是与 DJI FPV 完全一样的穿越遥感与双手的传统遥控器，但是不得不说这次 DJI 对于穿越遥感的手感调教真的是很强。在一般的飞行上呢，怀抱觉得这次的穿越遥感完全可以取代传统的双手遥感，除了灵敏度更好以外，画面中的白点指哪飞哪的设计，让这次大部分的穿洞过障碍物的画面都是使用穿越遥感完成的。在过去 DJI FPV 无法实现的直上或是直下的飞行，在 Vita 也可以透过穿越遥感指的天空或是指的地面按下油门来达到。唯一与传统遥感相比无法做到的就是左右侧飞与倒退飞行，还有 M 模式。对，你没听错，对于要拿 Avita 来做一些高难度的花式飞行，专业用户与资深飞手们， Avita 配对传统遥控器呢可以完全支援全手动模式的飞行哦。对于新手来说，这次更小的机身、更坚固的防撞框，大大的降低新手飞行的心理压力。 DJI Vita 一样保有了紧急状况时的一键刹停，还有 GPS 断线自动返航的功能，同样也有 DJI Care 保险可以选购。这次除了在 iOS 上过去就提供的大疆虚拟飞行模拟器以外，这次也会推出桌机的版本，让每个人呢在家都可以使用模拟器来练习飞行。总结来说，这次会推出三种套装，分别是单机版，还有搭配新眼镜的 DJI Vita Combo，或是搭配 FPV Goggles V2 旧款眼镜的套装版本。怀抱建议，如果想要得到最佳的飞行体验与最小的收纳体积，建议直上新眼镜的套装，而且未来应该是有机会可以配对空拍机使用的哦。 DJI Vita 这次推出，其实画质、携带性、续航力、讯号都有明显的提升，唯一缺点只有因为先天轴距较小，抗风性还有动力比 DJI FPV 稍弱一些。其实比起 DJI FPV， Avita 更适合想要体验纯粹飞行快感新手入门购买的产品。一如往常的，怀抱是 DJI 原厂授权经销商、空拍机专卖店，跟我们购买都有完整的教学与专业的客服服务，而且每个月至少都有一次户外飞行课程提供给我们的客户。想要入手 Avita 的朋友们，可以扫描画面中的 QR Code 联络我们 LINE@ 的官方账号，或是到影片下方的链接直接下单购买哦。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集要来介绍大家如何 DIY 维修 Avita。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好，大家收工。等等，你刚刚怎么念产品名称的 ？DJI Avita。你念错了啦，你不是 ABC 吗？是 Avada。哎、欸，真的、欸、怎么办？真的是 Avada 哎、欸，完蛋了。是 DJI Avada 才对，对不起，我错了。